大少奶奶，您看这么多退货，咱们可怎么办呢？这是。哎呀，你那个好儿媳妇。 现在简直就是只手遮天，家里散房都得听他的。他简直就把自己当成沈家的当家的了。切！冬雪怎么做事我都知道，是我托付荣旭交代给他的。哎，那您怎么不交代给我呀？你行吗？看看账本都头晕。哼，老爷。 我天天来看你，你还这样说我，那个杨冬雪无情无义的，从来不关心你，你还夸她，真是太冤了我。好好好，嗯，取保候审的事儿怎么样了？马局长说，老爷您的案子已经全权都交到梁专员那儿去了，要杜大人亲自调查。 那严征呢？让马局长调出去公干了。大少奶奶，吃饭吧。谢谢刘妈。大少奶奶。 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你应该不会吃坏东西了吧？这可不行，走，我陪你去看大夫。刘妈，我……刘妈。 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这是，我是有喜了。啊，这是敬天的孩子，敬天在年前回来过两天的。大少爷不是在回家过年的路上出的事，那之前他回来看过您。我和敬天。 都不想让爹知道他曾经回来过，一是怕爹生气，二是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完。他怕爹知道他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让他离开了，所以荣管家就在外面安排他住了下来。可是谁想到，敬天刚走了两天，就出了这样的事情。刘妈，你一定要相信我呀，这真是敬天的孩子，他真是沈家的子孙呐！啊，我信。 我一边要应付沈家里里外外所有的麻烦，一边发愁到底该如何将我怀孕的事情告诉爹。今天，你的死一直让我非常自责，我恨自己那天没有把你留下。如果你不走，也许沈家的命运不会如此。我对不起爹，对不起沈家，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跟爹开口。 我必须放下心里这个包袱，才能专心的去应对华盖坊的危机。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沈家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谁生病了？啊，二太太。
大少奶奶有喜了，是大少爷的孩子，这是给他的安胎药。哎，来来来来来，哎，放上去啊，放上去。哎，用过去。啊，你这干什么呢你？哎，最近华盖房好像没有订单吧？这货是要送到哪儿去啊？这拿到集市上去卖。啊，来来来，摆地摊啊！最近散房生意不好啊，这是给咱们这个散房开条生路啊。亏你想得出来，冬雪呢？一大早就出去了。哎，慢点啊！哎哎。走，来，搬进来。哎，林掌柜。哎呦，大少奶奶，您怎么来了？哎，来来，快请坐。哎呀。喝茶，谢谢，林掌柜。您这是？林掌柜，这是您订的那批货的定金。既然您取消了订单，这定金我也就不能收了。哎呀，大少奶奶，这让我说什么好呢？这是，本来就是我们违约在先，您看，您还亲自把定金给我送过来。哎呀，惭愧啊，惭愧啊。我明白您的难处。咱们买卖不成，诚意在吗？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有事相求的。大少奶奶，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林掌柜，这批货我想放在您这儿代卖，卖出去了才收钱，卖不出去啊，分文不取。每卖一把伞，我想给贵号提一成佣金，您看这样行吗？哎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无本的生意。只挣不赔，可就不知道我们东家意下如何呀？林掌柜，这些事情我明白的，我不想让您为难。卖伞的时候，您可以不用提到华盖房，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好吧，我尽力。哎呀。二太太，您心神不宁呢，干嘛呢？她怎么就怀孕了呢？谁怀孕了？杨冬雪。啊？杨冬雪怀孕了？这今天都死了，她怀的是谁的孩子？说是敬天年前偷偷回来过两天。是荣旭给安排的住处，哎，你说这事是不是太巧了？那敬天回来为什么把全家上下瞒得死死的？大伯知道这事吗？当然不知道了。那他为什么不说呢？老爷还没出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杨冬雪不对劲。她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怀孕的事？为什么偏偏在老爷被抓以后才说呢？她心里有鬼，害怕呗。那时候啊，她肯定还没想好这话该怎么编呢。这孩子有问题。你是说杨冬雪？偷汉子。二太太，您可是这个家的长辈，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么大的事儿一定得问清楚了才行。咱们不能冤枉了杨冬雪，但是也不能让别人玷污了咱们沈家的名声。荣管家，这件事我实在是瞒不下去了，这时候跟老爷说你看合适吗？我看合适，既然家里的人都知道了，我还是尽快替您到老爷那儿走一趟，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的好。是。
我也觉得这件事要是通过别人的嘴告诉爹的话，恐怕爹会多想。我可以在老爷面前作证啊，也可以向老爷解释之前咱们为什么没把大少爷回来过的事情告诉大家。您好好的养着，就别为这事操心了。我荣旭虽然是人微言轻吧，可是跟在老爷身边这么多年了，老爷他信我，老爷一定会体谅大少奶奶的一片苦心。谢谢您了，荣管家。您太客气了。荣管家，嘿，这么着急哪儿去啊？静白少爷，我正要去看老爷，有急事要禀报。等，我这有件事啊，比你的事儿更着急。嗯，什么事儿啊？走吧。进去吧。哎，哟，二爷在这儿啊。二爷好。静白少爷，你们这是？荣管家，走。啊，荣旭，现在你外甥狗子那可是全城炙手可热的人物，上到警察局，下到华盖房，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你这个当舅舅的倒像是一点都不担心呢。实话告诉你吧，狗子现在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把他往警察局那么一交。别交啊，二爷，千万别交。管家，二爷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是啊，我们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只不过呢，凡事都讲究礼尚往。对，要我们放狗子一条生路也可以，那就要看荣管家怎么做了。荣管家，弟妹，别喊了，他听不见，他在祠堂呢。他去祠堂干什么？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跪下。关东雪，你可知罪？东雪不知何罪。哼，你在外偷情，不贞不洁，如今已经怀有身孕，还不承认？我没有，我冤枉啊！哼，冤枉！我敬天之身前已经两年不回沈家了，你如何怀有身孕？这不是在外面偷汉子是什么呀？对，说呀，就是啊，说呀，说，有什么说？各位叔父，敬天年前曾经回家过一次，是因为怕父亲阻挠他再次出门，才特地叮嘱冬雪将此事隐瞒下来的。我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才怀上的，冬雪所说句句属实，请给我叔父明鉴。二叔，管家荣旭他可以作证啊。来人，带荣旭。二爷。荣旭，哎，据杨冬雪说，敬天年前曾经回来过，你可知道？问你话呢，快说呀。荣管家，你说话呀。我再问一遍，敬天年前是否回来过？快说。荣管家，荣管家。摇头就是说没有回来过。荣管家，荣管家，你这是为什么呀？敬天他年前回来过两天一夜，是你安排他的住处，是你去接的他，你快告诉他们呀！荣管家，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看看我，你看看我呀，荣管家。
杨冬雪，你不要再强词狡辩了。荣管家在沈家多年，为人忠厚老实，深得大哥的信任，大家有目共睹。你非要他承认敬天曾经回来，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二叔，二叔，敬天他真的回来过，真的回来过。我敬天侄儿已经去世，你是不是觉得死无对证就可以信口胡说了？现在沈家的宗族都在，荣管家已经明确否认了敬天曾经回来过，你还有什么话说？说，那个男人是谁？说，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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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是谁？我没有，我是冤枉的。各位兄弟，这种女人留在沈家，只会让沈家蒙羞。按照族规，通奸是死罪，应该处以禁猪笼的极刑。来人，把她关进柴房，择日行刑。荣管家，你知不知道跟杨冬雪通奸的那个男人是谁啊？你若是知道了不说，那可是错上加错。今天宗亲们没有质问你的罪行，已经是便宜你了。你可不要再犯糊涂啊！我一听说大少奶奶怀孕了，我就觉得蹊跷。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关系到沈家的名声大事。老爷现在不在，当然沈家的人要出面主持公道。你可真是咱沈家的好管家，我看你怎么跟老爷交代。你受苦了，刘妈，荣管家呢？荣管家回到家以后就像个哑巴，一句话都不肯说。荣管家头些天还说去跟老爷禀报，怎么今天就变成这样了？今天在祠堂上，我看他一直低着头，我觉得他好像有很多苦衷。你说他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有什么事儿能比大少奶奶和孙少爷的名声和性命重要呢？这是我想不明白的。不管为什么，荣旭也不该这么不仁不义啊。不对，我觉得二叔他们是在有意害我，荣管家一定是被他利用了。这是为了什么呢？我跟他们没有恩怨呐。二爷他们从来就心术不正。哎呀，荣管家要是咬死不说，那该怎么办呢？刘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老爷早点知道。你明天一早就去大牢里面看老爷，叫老爷发话，一切都等老爷出来以后再做决定。啊，好。
薛姐姐，我要薛姐姐，我要薛姐姐，我要薛姐姐！别闹了，夫人。静妃乖，让丫鬟们陪你玩好不好啊？不，我就要薛姐姐，我就要薛姐姐，拦住他！我要薛姐姐。刘曼呢？放开我，我就要薛姐姐。我猜他一定是去看那个不要脸的杨冬雪了。你才不要脸呢！我就要薛姐姐，要薛姐姐！你今天就是喊破了喉咙，也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要自从她背叛了今天，背叛了沈家那天起，她就再也不是沈家的人了。我要薛姐姐，我要薛姐姐！把她关到房里去，好好看着。是啊，我要薛姐姐，我要薛姐姐。二太太，您这么早？杨冬雪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我当然先来告诉老爷了。二太太，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不要这么说。这还用怎么查清楚啊？这不都明摆着吗？难道还要查出那个通奸的野男人是谁呀？那不是把沈家的脸都丢尽了吗？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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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来人呐！来人呐！老爷，老爷，老爷！他情况怎么样？一定要救活，他现在不能死。各位兄弟，杨冬雪毕竟是大房的儿媳妇，如今大哥有难，如果我们在大哥不在的时候处置杨冬雪，恐怕将来无法向大哥交代。是啊，所以我亲自到狱中问过大哥的意见。大哥一向以礼持家，最重家族名声，他说同意让宗亲们尽快全权处理此事，绝不能丢了沈家的脸面。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应该自己清理门户。二哥，大家一致同意杨冬雪不守妇道，败坏沈家声誉，应处以进猪笼极刑，今夜行刑。杨冬雪不守妇道，与人私通，怀下野种，败坏了沈家的名声，经沈家宗亲商议，以家法论处，处以进猪笼的极刑。时辰已到，行刑。对，沈慎点，就是。
明明是从这儿沉下去的嘛，怎么就打捞不到呢？麻烦您再帮着打捞一会儿。我都跟你说了，我都打捞半天了，没有。哎呦，我求求您了，我给您多加钱。不行不行，你再给打捞一下。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死心呐，你就找别人找吧。不是，我不给你打捞了。他是从这儿沉下去，船家。大少奶奶，我荣旭对不起您呐，我荣旭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啊，大少奶奶。沈老爷，你醒了？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还不到死的时候。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好好养着吧，我会再来看你的。照顾好他。不准有任何闪失，明白吗？明白了。景白啊，现在轮到咱们爷俩执掌着华盖房，你可给我好好干，不能像过去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了。啊，知道。荣管家，你上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哎呀，二爷，敬白少爷，有什么吩咐吗？去把最近的往来账目拿过来，让我们看看，也好早点了解华盖房的经营状况。现在杨冬雪不在了，大哥又在监狱里，这散房和这家里的事儿，就只能靠我和敬白撑着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不要去找二太太，直接来向我们请示就行了。还愣着干什么呀？拿账本去。去啊。好。好。严警官，不是小的不给您面子，杜副官刚刚下的严令，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不能探视沈老爷。您就别为难小的了。这个你拿去跟兄弟们喝喝茶，我就进去看一眼，马上就出来。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您是不知道杜刚的厉害，我要是违反了他的命令，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就饶了小的吧。好好好，我不给你添麻烦。你到底想干什么？人家杜刚已经反映到我这儿来了，说你三番五次的在人家面前滋扰他。那杜刚是你我能惹得起的吗？局长，沈伯父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他杜刚查出什么来了？要是他根本不想查，那就把案子还给我们得了。我是爱惜你这个人才，在杜刚面前为你说情，人家才不计较的。他是梁专员的亲信，跟他作对，这饭碗你不想要了？我看你是闲着没事干了，走吧，马上执行。我出去是不是？你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精神不错，好好在这养着吧。你别走，你别走！你告诉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你告诉我，告诉我，刘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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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哎呀，你喊什么喊呀？二娘，你看到刘妈了吗？没有。你看见雪姐姐了吗？你又说胡话，人都死了，我上哪儿去见她？她没死，这是她的东西，我要找到她。哎呀，你烦不烦呢？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杨冬雪已经死了。少爷，你别闹了，你跑到哪里去了？静妃少爷，别跟刘妈开玩笑了，你快出来吧，静妃少爷。刘妈，刘妈，后院没有，后院没有。哎、到哪里去了？刘妈，厢房也没有。哎呀，真急死人了，静妃少爷。刘妈，厨房也没有啊。哎呀，到哪儿去了？怎么了？怎么了？静妃又怎么了？二太太，静妃少爷不见了。不见了？二太太。今天你有没有跟静妃少爷说了什么？跟他说什么？找不到他了，和我跟他说什么有什么关系？二太太，你误会了。静妃少爷少根筋，兴许哪句话说的不对他心思，他不高兴就躲起来了。他不都让你们给惯的？老爷就这么一个宝贝，要是不见了，那怎么办？二太太，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我就跟他说，杨冬雪死了，他再也找不着了。哎呀，坏了坏了，他一定去找大少奶奶了。他一直不相信大少奶奶已经死了。那赶快让他们去找啊！哎，二太太，二太太，怎么回事啊？听说二少爷不见了。二少爷没去华盖房吗？没有啊。天哪，这二少爷要是丢了，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二太太，您别着急，我让伞房里的工人一块儿到街上去找啊！不敢劳您，荣管家的大驾。刘妈，您，二少爷的事儿你不要管。燕子、大强、二强，跟我到街上去找。哎，春花，我们也去找。嗯。爹，哎，爹，有来定伞了。哦，快请。哎，上茶。哎呀，老板请坐。好好好，这位想必就是沈老板吧？正是在下。哦，我有幸在朋友家中看见了一把伞，据说是出自于华盖房沈家大少奶奶之手，它的设计、色彩和工笔真是无与伦比啊。金某是慕名而来的。啊，多谢金老板垂青，可是。您说的那个大少奶奶现在已经不在了。嗯，您不妨看看我们华盖房女工们画的伞啊，画工也很考究。哎呀，金老板，您看看，这是我们伞房的女工做的画。您看看这伞啊，这些画工倒是不错，但是没有神韵呢，恕我直言，比起大少奶奶绘制的伞，可相差甚远呢。我就想，定制大少奶奶亲手绘制的伞，至于价钱嘛，好商量。报告，进来。包副官，狗子在临县出现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去吧。是。哎呀，真他娘的，好不容易来个定伞的，非得指名道姓要杨冬雪画的，真是活见鬼了。说实话，杨冬雪画伞的功力的确不一般，无人能比。可他不是死了吗？哎，杨冬雪是死了，可沈家的秘方还在啊。
可怎么办？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哎，老爷知道了，还把我休了呀？怎么样了？你们两个先休息会儿，明天一大早接着找。哎，我是沈家的罪人呢。哎，我是罪人呢。哎，大少爷被人枪杀，老爷关进大牢，大少奶奶被处死，二少爷又丢了，沈家这是怎么了呀？少爷，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可回来了！哎呦，二少爷，哎，金辉少爷回来了！二少爷，您这是去哪儿了？哎呀，二少爷，二少爷，金辉少爷回来了！二少爷，你这是去哪儿了？你？哎呀，金辉少爷，我去吃包子了。是谁送你回来的？卖包子的呀。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卖包子的。我的小祖宗，你是不是饿了？这么张口闭口都是包子包子的呀？这二少爷出去这么一趟，回来好像傻得更厉害了。你才傻呢，你们才傻呢。只有我知道雪姐姐藏在哪儿了，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看见她了。这哪是傻呀？是想大少奶奶想的，魔怔了。刘妈，我累了。我想睡觉啊！好好好，哎，走走，赶紧去找大夫，快点！快烧水给二少爷洗澡，帮忙去啊！荣管家，哎，我没听错吧？刚才静妃说她看见冬雪了。是啊，二少爷是这么说的呀。我怎么觉得背后直冒凉气呀？哎呦！呀，二少爷，二少爷醒了。刘妈，哎，来，刘妈，我饿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二少爷，嗯，你昨天去哪儿了？我昨天去找雪姐姐了，雪姐姐还给我买包子吃呢。你又胡说！我没胡说。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看见他了。